自己的丈夫失踪了将近一个月，报案的却不是她。我哪知道她是失踪了还是出差了？我真想一辈子就这样抱着你。如果我现在告诉你，您的丈夫张栋已经被人杀了，这就不属于个人隐私。我问你，你把他怎么了？张太太，我们是不是在打架？警察来家里了。现在所有的证据都在指向你就是杀人凶手。